大家好，我是 1TNT 的，我现在在比赛的现场啊。等一下我要准备出发了，然后我现在心情蛮兴奋的，因为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对上强敌。我需要今天自己不要失误，把该打的打好，不要去做想秀的东西。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 1TNT 的。现在时间是泰国时间7:30，然后我的队友现在要出去了，他去拍摄。早上只有他要拍摄而已，那个 AIC 比赛的片头，就是三个小时，只是三个小时。对。区小虫二区，两只三只，三只而已，183只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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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先掉先掉先掉，我没大我没大我没大，我拉出来了，刚我的头套。爆带塔过来。7秒大，6秒，詹尼有没飞对不对？我打从后撤来，我打回中喽，回中喽。哎，夜叉往中喽，夜叉往中喽。回中喽。看我。都上去了。很多人哦，很多人哦。我不会死，上去喽。夜叉也会去哦，夜叉在冲，走掉吗？现在时间是泰国时间下午4:00，我们通常下午的时候有团练的话就会在团练，进来干嘛啦？没团练的话就是在自主练习打泰国的排位这样子。我从之前到现在团练的心情是，因为我们之前刚加的时候会比较那个严谨，然后会打得比较紧绷，然后我到现在在打的时候就会比较放松，因为我们气氛变得跟以前更好了，然后但还是会有一些小争执。他们前面复活按掉，状况会很差。他们复活按掉了，可我们没有必要杀他们啊。我杀龙哥，我们开凯撒人，他们自然开凯撒。可是如果你说你要开凯撒，那他们也有复活啊。大怀就回红区了，他不是回红区，他回蓝区，真的杀得到100%杀到，是他自己露馅了。可是前面仅是图拉去，仅你先听我讲完，仅100%一定要杀，还有达尔西100%一定要杀。因为两个在带线，你不杀他，他那两个线就直接送出去，你的塔就掉了。你吃完海战，你掉二塔哦。这两个真的没有。那两个100%杀，那你玩奎伦一定杀他们两个啦。杀完他，我说那是前面的，那没杀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转海战了。会有些小升级啊，都会把它处理掉，就不会说，大家插小去，然后就不理对方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就是会直接把它弄掉，然后直接输掉，比较有信心。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，因为需要五个人一起团结才能打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。接着我要去刷牙洗脸，然后等一下去准备吃早餐了。今天是比较特别的状况，所以不会那么早起来。这是厕所。别帅气，不然也不会那么早起。看起来蛮有柠檬的味道。觉得我们这么早起来好累啊，因为平常都会训练到很晚，然后突然又因为活动要早起，所以我们平常也要把运动做好，这样子身体才不会比较容易疲惫。然后现在又去拍摄，然后这次在睡觉。画面不移。好，我现在要去吃早餐了。欸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卡。六哥，现在几点？7:40。累，好累啊！等一下拍采访，还有什么摄影？听说这个是后勤投票的，是不是？我一个一个抓起来点。大家都很爱你。一个一个抓起来点。我早上起来通常都不会太饿。早餐的话就是后勤帮我点餐，然后我们会起来吃这样。可能有时候睡过头，然后就没有时间吃了，然后再利用其他时间去吃。那时候什么？累的时候。废话。不然嘞？你要包装讲好一点。我觉得第一选手三餐之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早餐了，因为我感觉早餐就是会让我，因为一早起来就会感觉很舒爽，然后有时候就会到那种很安静的地方吃早餐，然后就可以让
自己的脑袋比较放得开，放松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导弹是蛮重要，对我来说蛮重要的。这题我们再一次，就是讲顺一点，然后清楚一点。现在是泰国时间是早上11点。好，然后在外面的房间，身体，然后要录音。AIC 的心得，好，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环。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心态吧，我们要先把心态拉回来，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在面对后面的挑战。我们一起来到了世界的舞台，有我 Key 的在，绝对不会让你们落赛。现在时间是泰国时间下午1点，我们现在在饭店门口拍摄 AIC 的形象影片。然后现在是先佑在被纠正拍照。好，现在有点动了，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我们在等他拍完，到下一个景点再去抓拍。然后拍完之后就要去吃午餐了。今天下午1点的话，还动一点哦，不会太累。然后那个仙佑你要当，好，先我先拍一张，我让你看仙佑，不用了，好，看一次哦，哦，仙佑你 T 的，改成这么好吗？来那个仙佑你拍一次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先一样，刚刚先分开的，然后3、2、1的时候你们再抱在一起，是3、2抱，什么？Joke， 你不要动了。哎呀，这样是真的看不到 Kid， 哪有看不到 Kid， 你找到 Kid 没有？最后面没有看到。他说要拍他。好，真人可以打个招呼吗？打个招呼。说香港话。我问你们粉丝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说香港话，受不了，不一样吧？泰国有点，我觉得美中不足就是没有那个 body 什么，水怎么是冷的啦？我这边非常谢谢我，我这边吹头发，想说怎么会有一个人手在摸啊？我转头看，没看到一个人吓，快吓死！他吓有点红，然后有点泛泪，没有泛泪啊，有一点光红红，没有湿湿的，还没被吓哭过，被吓哭。我看你那是昨天，我吓你有史以来你最激动的一次，很恐怖啊，泰国，我惊。现在时间是泰国下午2点，我们刚从饭店出发来这里，这里好像有点偏僻，我们等一下要去拍 AIC 的形象影片，只是等一下要去化妆了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像上次一样。然后我们平常化妆时间只有20分钟，但是等的时间就要到1个半小时左右。我们都会接很多要活动啊，拍摄出席的活动，那也算是一种上班，所以选手不只是要练习，还是有其他活动要做。我觉得这样生活还蛮丰富的。对啊，现在很多事都可以做了。好，那怎么黑黑的？那是纸吧？纸啊。哦。好，那我们大家要准备去拍影片喽。刚刚在外面等了1小时，终于进来了。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环境。这里是化妆的地方。然后他们为什么在牵手？超奇怪。你们两个怎么在牵手？那边是拍摄的地方。Hello，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除了练习之后，我们还要拍摄这些动作。但这些动作不是平常就会的，摄影师给你什么动作，然后表情，然后你要去呈现，这样就想到我现在笑一笑，然后就突然很凶这样，对，就有时候看一下镜子，然后去看一下自己脸部到底在干嘛这样。不知道他怎么了，他就是不会，他照不到看姿势的角度是什么。然后拍一下。
拍摄完了，然后我今天觉得我们拍的还蛮快的，除了白夜，他可能第一次比较不熟悉，所以动作比较没有抓的那么准确这样。然后我个人觉得我的动作还行，不会跟之前一样太鸟，动作再多一点，嗯，然后眼神再有力一点。等一下我们就要回饭店了，回饭店之后可能就各自去找附近吃的。现在是泰国时间下午5:30，我要去吃晚餐了。我们要大家一起去吃饭了。哎，吃饭了，听说你屁孩。屁啦！干嘛？叫他带钱。你今天有没有那个？哎，今天有没有？你今天有没有去运动带钱？我开了。好，有什么话想说？现在是泰国时间。晚上5:40，我们现在整装要去吃晚餐了。在台湾时候晚餐都是公司帮我们订餐的，但在泰国我们晚上，官方也会给我们餐厅去吃，但是我们都比较喜欢自己出来找吃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饭喽，出发 ，Let's go。他就是猜的人要付全部的那个钱，对，晚餐钱。来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好的布 ，nice！ 没有半出，真的有吗？没有，是半出的。回放，回放。没有回放，但是有半出，你回放，回放，回放。是吧？好，那你诺西。看什么看？我就来念他。耶。所以跟这样讲话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现在时间是泰国时间晚上7:30，我们刚刚从餐厅回来，我们休息了1.5小时。我们现在穿这种服装是因为我们晚上不知道团练，然后还有一些摄影师会在旁边拍摄啊，需要他们那个社群照片。晚上时间就是有团练就打团练，然后自主到12点休息。6:03吃的，蓝区6:03吃的，733号蓝哦，733号蓝。先清兵，先清兵，不要理那个。这样他会想要直接反我哎。对啊，是你，我才叫你不要理。那个谁上去了？小青蛙。忘掉。那个他没有瞬移，青蛙没瞬移，青蛙没瞬移的。白夜团练的时候发挥的还不错，算是一个新人，还蛮有潜力的。但是在比赛场上会稍微紧张，所以之后可以期待他的表现。我觉得职业选手这份工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，因为你不只要会打游戏，你还要会平常的一些团体生活，然后跟队友还有教练沟通，然后有时候还要去面对一些媒体这样子。当我慢慢越来越强的时候，可以给队伍更多贡献的时候，我觉得更有成就感。我期许我的未来，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拿一座世界冠军。刚刚团练完一场了，赢了，我表现得很稳定，其他队友也是正常发挥。另外我正在测试 Power Beats Pro 真无线蓝牙耳机，据说它的低延迟效果和蓝牙范围跟 AirPods 一样好，离开连线范围会自动断讯，回到连线范围再自动连线，同时有支援快充技术，充5分钟再玩个2场传说不是问题啊。